绝命终结战，会不会车折甘蔗甜西郎。国道三号南下41.8公里土城路段，15号下午5点多发生这起严重车祸。但是连接车驾驶疑似天雨路滑，又没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，一个紧急刹车，整个车头撞向内侧车道的一辆休旅车。休旅车几乎车头全毁，幸好张姓驾驶跟妻子还有1岁多的幼儿仅受到惊吓跟擦伤。事后警方已对连接车驾驶开罚。幸好都没人伤亡，遇到这样的事真的是几条命都不够。突发中心新北报道。